快捷汉语一加一。快捷汉语一加一。第十三课，锻炼。第一幅画。词汇。起，锻炼，经常，健康。对话。老李在干什么？他在穿衣服起床。老李起得早还是晚？他起得很早。老李起这么早干什么？他要去外边锻炼身体。经常锻炼的人会怎么样？经常锻炼的人身体会很健康。第二幅画。词汇。球，球拍。打，网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踢，足球，叫，带。对话。老李手里拿着什么？他手里拿着一个网球拍。老李喜欢什么运动？他喜欢打网球。老李对他的狗说什么？他叫他的狗快点起来。老李叫狗起来干什么？他要带狗一起去打网球。第三幅画。词汇。让，追，减，先，然后。对话。老李去哪儿打网球？他去河边打网球。老李把球打到哪儿去了？他把球打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老李让他的狗去干什么？他让狗去追那个球。老李为什么让狗追那个球？他让狗把球捡回来。老李和他的狗是怎么打网球的？他先把球打出去，然后狗把球捡回来。第四幅画。词汇。对岸，游，游泳，找。对话。现在老李把球打到哪儿去了？他把球打到河对岸的草地里去了。老李的狗干什么呢？狗跳到河里去了。狗为什么跳到河里去？它要游过河去捡球。球在草地里好找吗？不好找，球在草地里很难找。第五幅画。词汇。等，为，担心，可能，淹死。对话。老李在河边干什么？他在河边等他的狗回来。老李的狗怎么了？他的狗去捡球，好长时间都没回来。老李喜欢他的狗吗？他很喜欢他的狗，他为他的狗担心。老李担心什么？他担心他的狗可能已经淹死了。
第六幅画。词汇。伤心的哭笑后来又可是完成任务关系像对话老李蹲在河边干什么他以为狗淹死了所以在伤心地哭后来狗回来了吗后来狗回来了现在老李的狗怎么样狗又累又冷可是他完成任务了老李和他的狗关系怎么样他们关系很好像一对好朋友